中华民国还是 ROC 吼，伫台湾搁挖起来，即个挖起来甲四字咧，应该是无同啦吼。啊，所以即摆即个中华民国讲伊建国百年，迄是无影好笑诶，伊无百年吼，因为中间断去，中间断去吼。啊，即摆国民党统治吼，伊就五抗年年代六抗年代。就是建立台湾吼，上惨烈吼，上凄惨的这个时阵，啊，一九五零年代、六零年代吼，真侪留学生吼，啊，包括我本人吼，大家就是一直想要出国，一直想要离开台湾，离开台湾这种恐怖统治的这个气氛吼，啊！一九五六年早期的这个留学生吼，伫这个美国的费城吼，宾州费城，因就组织这个啊台湾独立运动吼，早期叫做 Formosans Free Formosa 吼，简单伊叫做三 F 啦吼，啊！伊当时就是叫做费城五镇吼。有五个台湾人吼，对罗主义、杨东健吼、林明坤，等伊着甲林树湖啦吼。啊，罗主义呢，啊，即摆搁伫美国，一个真优秀的台湾人吼。啊，英文呢非常好吼。啊，杨东健呢，即摆已经倒来伫台湾，伊是一个医生啦吼。啊，林明坤是过身啦吼，林毅着啊，搁伫即个美国安尼吼。啊，林树吼，我著较无熟悉吼。啊，今我前呢，啊，开始台湾有即个地方选举，啊，所以有即个新议会五虎将吼，即大家啊较知影吼。啊，就是李万里、郭国基啦吼，啊，吴三连、李元振、郭富兴、郭世贤吼，啊，即个五虎将吼，啊，拢做国王的吼。啊，一九六四年呢，就是即、這个。裴明敏先生吼，啊，甲因两个学生，贾东敏吼，贾聪敏吼，啊，甲这个魏定条吼，啊，写一个台湾人民自决宣言啦吼，啊，结果这个宣言呢，还袂发出来呢，就伫印刷厂呢，哦，国民党扣押吼，啊，就抓起啊呢，啊，这个宣言主要是贾聪敏吼，啊，提过的，啊。即、这个平民教授看过哦，解过安尼吼，后来说咧，啊，一九七零年代吼，啊，拄拄啊，我有讲过吼，啊，就是平民们先生伫正月脱离台湾，啊，走人随地去，吼，啊，因为伊是即、这个啊，较早驻联合国的即、这个啊顾问吼。啊，所以国民党因为受到这个国外的这个压力吼，甲这个平民先生软禁，啊软禁是啊平民民先生因家吼，啊因家门牙口，啊拢有人咧甲管，啊伊要安怎走呢？因为门口拢有徛卫兵咧甲管，伊是要安怎走？走袂去啊！啊伊想一步就是讲，伊就开始流水手。啊，老头毛安尼吼，啊，落胡椒安尼胡甲吼，啊，逐日拢徛伫伊客厅的窗仔门口，窗仔门，一个窗仔门真大面，徛伫遐吼，啊，你监视的人就看到讲，啊，就平民们就啊徛伫遐，逐日拢徛伫遐，啊，结果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美国的传道师吼，也是胡椒的啦吼，啊，来甲拜访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呢，就是相对调吼，平平平甲这个宋教授对调，即摆就是宋教授来徛伫因客厅的窗仔门口遐吼，徛住遐，啊，这个监视的门口，啊，就平教授嘛搁伫遐，啊，结果呢，平教授就流窜出去啊吼，啊，伊是坐船，咱台湾坐船去香港，啊，甲咱香港坐飞机飞咱水电去。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人已经到水电了吼，啊，这个廖明啊，写报告的，咧监视的嘛，
报告照写吼，啊，伊都还佫徛伫遐吼，安尼创啥创啥吼，报告还佫写到底遐，啊，伊都安尼走出去吼。啊，七零年代就是即个世界大都会名吼，啊，成立嘛吼，啊，咱知影迄当时个朱秀、傅朱秀吼，蔡东雄、张灿宏、啊，罗文雄吼，即摆人伫台中，伊是组织个组织部。陈良志，咱也知影吼，已经倒来伫台湾吼，啊，伊拢咧写文章啦吼，伫电视咧讲吼，啊，我迄当时是秘书长安尼吼，啊，七零年代七九事件，啊，一九七一年就是蒋介石甲伊个代表吼，方苦读出去联合国吼，啊，这点。咱真侪误会误解吼，啊，真侪方要哪讲，方教育了错误。拢讲中华民国苦读出去联合国，迄毋对，吼、哦。联合国的迄个文写个真清楚吼、哦，就是蒋介石紧急代表被苦出联合国，吼、哦，并毋是中华民国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呢？啊，搁目前啊，搁留伫联合国，伊个席位呢，啊，搁是联合国，啊，但是伊名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中华民国啊，搁有伫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即摆吼，伫咧宣传我哦，咱应该转去联合国啦，吼、哦，用中华民国名义搁倒转联合国，啊，袂通啊，人都已经有啊，迄席位都有人啊，伊都无可能用中华民国转去啊。所以，啊，变个时代嘛是啊，我伊要转去联合国，我着用台湾的名义呢，写讲台湾要重回联合国。但是下骹迄张批呢是签啊，签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。啊，结果呢，迄张批用摕着倒来，因为中华民国都无啊，中华民国都已经伫内底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一九七五呢，蒋介石死亡吼。啊，七七年咱知影，啊，中央教会有这个临安宣言吼。啊，七八年，啊，蒋经国继续啊独裁统治台湾，后来说呢，啊，一九七九啊，咱知影，啊，南部来的人吼，啊，真清楚，美丽岛事件发生吼。啊，一九七九年。即、这个俄罗斯也是中华民国甲美国断交，啊，美国开始承认吼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即个关系呢，一九七九年美国国会通过《台湾关系法》，吼、哦，啊，是哪有《台湾关系法》就是美国国内法，啊，台湾那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吼、哦，美国无可能。有一个国内法叫做《台湾关系法》，因为台湾毋是国家，所以有法度制定美国的国内法和台湾哦有一个关系安尼吼。啊，这个《台湾关系法》内底呢，伊无叫中华民国，伊讲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呢，一九七九以后，伊叫做台湾。统治当中，还是台湾治理当中啦吼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，伊无要来叫中华民国啊吼，因为伊毋是国家哦，伊也毋是政府，伊只不过是代表吼来治理台湾安尼吼，伊这美国毋熟甲足清楚个啦吼，啊所以台湾并毋是一个国家安尼吼，来。哦，一九八六，哦，民进党就发动建，啊，开始吼，啊，这个走动安尼吼，啊，八七就是这个台湾戒严吼，是四月三十八年就戒毒啊，吼，啊，戒毒了呢，八七年，游园呢将蔡友全扣住掉吼，嘛是该抓个判刑啊吼，啊，所以戒严无戒严就差无足济就对了吼。啊，因为戒严了呢，因为都无啥物危险性啦吼，啊，所以真侪台湾人拢跳离双股啊，吼，啊，
变做大家拢投入选举，投入去中华民国体制吼。啊，结果呢，中华民国这个命脉啦吼，啊，继续保持落，继续落去安尼吼。啊，1989第三名先生吼，啊，自焚安尼吼。啊，来个说嘞，哦，啊，1990啊，这个。早期去国外留学的这些留学生呢，拢变作黑名单，也袂当转来吼。啊，1988年呢，开始突破黑名单，大家拢冲倒转来吼。啊，其实到1991年呢，还佫有黑名单。啊，我会使讲是1991年吼转来吼，最后这个黑名单不掠去关的吼。就是我啦吼，我1991年正月摕这个，我迄当时是瑞典的护照吼，啊，东京中华民国的这个签证吼，来到桃园机场，结果伫桃园机场一冻掉嘞吼，佫甲我讲嘴，我派四五个少年囡仔吼，佫甲我讲嘴吼，原地甲我送转去东京。我迄当时我足生气个吼，我活30冬毋捌转来台湾吼，啊，踏着台湾家己个土地啊，佫无法度入来吼，啊，所以我迄当就决定讲，安尼好，安尼我要用家己个办法吼，啊，搬厂啊转来吼，啊，所以我伫6个月后，伫1991年个6月吼，啊，我就从松山机场吼，倒入来啊吼，啊，但是我毋是摕我护照，迄当。无护照吼，我是借一个东乡的护照吼，伊台南县的人吼，啊，第二项我生做身悬啦吼，体重拢差不多吼，啊，面型也差不多吼，啊，摕个护照就入来安尼吼，啊，入来了后，啊，我就第几天我就雇用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吼，啊，你要找我，要安怎找我呢吼？我想讲转来家己故乡。是阮的观念啊，是咱的观念啊。结果呢，伊讲我违反什么国安法吼，偷渡入境吼，啊，结果用偷渡入境啊判一年吼。我想我咧判假呢，佫毋是，佫爱入去关。